吱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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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认得我的样子，你可以闻闻我的味道啊，闻闻啊，闻呢？怎么办呢？你真的不认得我了？我有办法。做人不如做猩猩，一身毛是不用穿命，爬山爬得快，爬树爬得高。我们是一对老相好，一对老相好，老相好。呀，认得我啦！江师傅，那只猩猩跑掉了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次？嗯，当然可以，给钱吗？要多少？三成。三倍。三倍。江师傅，你有困难的时候我帮过你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什么见死不救？你死了吗？再说我要吃饭的，怎么能说见死不救呢？等你死了再说吧。哎，江师傅，有钱再来找我。哎哎、哼，你这个人呐、简直是见利忘义，真是无情无义呀、关你屁事啊！事不关我的事，这是有关做人的事啊。做人呢，讲究忠孝节义啊。你又不忠又不义，还欺负弱小女子，你简直就不是人。我喜欢，怎么样？有事慢慢说，别动手动脚，像大猩猩。我喜欢做猩猩，你为什么不帮他啊？你这么喜欢帮，你帮他教猩猩做戏啊？哎，芝芝，来，到时候跟他给他们看看啊。怎么样，帮了吧？你顶多叫他翻翻跟头吧。哎呀，何止翻跟头啊，还能让他撒尿呢。你能叫他撒尿，我就喝了他。哎，芝芝，帮个忙，给他来一点热啤酒，让他尝尝怎么样？来。他真撒尿啊。你真是太棒了，没有被子，全撒在地上了。你用舌头在地上慢慢舔吧。你有毛病啊！我说着玩着，你当真的？你看见了，用不着我帮你了，让他帮你好了。哎，江师傅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上次在村子里被人家抓住的那个人。我还真以为你是白痴呢，原来你会训练动物。好极了，江师傅走了，你来帮我吧，怎么样，行不行啊？不行。为什么？难道你跟我说句话都不行吗？你出来呀！我希望你能帮我。这张是我的名片，你考虑清楚了，可以来找我。